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重视人生，成就生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接下来，请收看《说故事时间》。来哟，进来听广告。大家对我来哟，做伙来合福咯，精彩的故事哦。阿成哥，广告。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今仔日咱要来甲各位观众菩萨呢，要来分享，就是咱佛陀十大弟子咱道门第一阿难尊者。那么讲到阿难尊者，咱有几个印象？阿难尊者，伊的记忆力有够好，过来，伊生做足庄严。曾经呢，文殊师利菩萨来为阿难尊者赞叹，伊安那讲？伊讲：相如秋满月，眼似净莲花，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文殊师利菩萨伊来赞叹咱阿难尊者呢，伊讲伊的面相啊，就亲像秋天圆满的月亮，这么圆满，这么庄严，非常好看。文殊师利菩萨伊嘛赞叹着咱阿难尊者，伊的目睭呢，就亲像清净的莲花，清净庄严。那么文殊师利菩萨伊更加赞叹阿难尊者呢，佛陀这个如大海的佛法呢，文殊师利菩萨讲，拢流入阿难的心。这相对的，就是讲阿难听足济这个佛法，但是重点是伊记会掉。曾经伫精舍内底来教团这作为 BQ， 因师弟下底阿伫讨论讲。这个贤者阿难啊，伊到底过去世是修什么行，靠法度累积到这个功德加殊胜，会当记得这么好，佛陀讲这么多佛法，伊拢有法度记在伊的心中。那么伫这个时阵，咱教团的 BQ 伊就来找佛陀，请佛陀来开示着。阿难尊者过去世这个修行的因缘，佛陀伊慈悲伊就讲，伊讲伫过去古早的时阵呢，曾经有一对师徒，老师这个师父呢，对这个沙弥呢非常的严格，逐天都定这个固定的功课，爱沙弥会当来。该伊完成，而且呢，爱会当讲一字无漏。所以沙弥呢，伊逐天伫遐背经、诵经呢，精进来这个用功。但是这个沙弥有一个苦恼，就是要中道进前呢，伊爱出去吐蕃。那么伫这个家，唔是伊不爱吐蕃，是吐蕃的时间呢？占用到伊用功的时间，但是无吐蕃阁袂使，所以大家拢伫吐蕃的时阵呢，心中拢有一个挂碍，一路拢一直安尼吹呢，拢一直伫遐诵经。那伫有一遍
这个三米一同款，一捧一个钵，伫街仔路伫吐钵，一路行一路上经，一路行是一个上经。那么经过一个中介的处境，这个中介呢，伊准备着足澎湃的饭菜，要等这个三米来，啊，要来给伊供养。但是这个三米呢，伊捧着这个钵，安尼会当讲无神无神呢，经过这个中介伊的处境，并无活入来接受着中介伊的供养。那么伫这个家，这个中介伊就挖过去，挖过去来找这个三米讲，这个三米，为什么你拄只摕到这个空钵？你明明要供养，但是经过阮的处境的时阵，你怎啊甲行过？我看你的嘴呢，拢伫遐念念念，唔知伫念什么。而且呢，最主要是你的眼神呢，有一种惊吓，甚至那像特别哭出来迄个眼神。这个三米呢，伊听了的时阵，真正是小可流一个目屎，伊讲，因为我的功课做不了。中介就讲，为什么你的功课会做不了呢？伊讲，阮老师。阮的师父真正是足慈悲，伊教我呢，安尼足严格来滴教我教，我足感恩伊。但是伊个要求的功课呢，一定要做较到，那无伊会给我责罚。三米伊继续讲，我逐天爱背经，我逐天爱上经。师父过到了，伊就会来给我检查，今仔功课做了如何啊？那么三米伊继续讲，今仔日我出来吐钵，因为我的功课还未做完，所以我一路一直担心着讲我的功课，我一路一直点啊持经上经，拄只非常的歹势。经过你的处境，我并无歪入去，因为我去学未记这里。哇！这个中介听了的时阵，伊甲迄个三米讲：哦，你的精进的精神，互我足感动。虽然你人年龄也轻，但是呢，你发心啊来这个修行的这个精神态度呢，安尼我跟你讲，为明仔载开始呢，你拢来阮家化缘乞食，我会准备你满满的一个钵的量来给你供养。你来阮家就好，你的时间会当来节省，回去到。啊！你的精神呢，会当继续用功。这个三米呢，听了讲，哦，啊，这个办法真好，啊，你真正实在是贵人呢。所以为过刚开始，三米逐天就去迄个中介引导，来接受着中介的供养。三米经过这边，这个中介供养呢，伊唔免阁用足侪时间出去外口来化缘。伊逐天就是加足侪时间，踮精舍遐来上经、背经、来精进修行。一段时间了，这个三米就有成就啊。那么佛陀呢，伊把这个过去的一段因缘讲予啊咱教团的比丘伫听。伊讲过去迄个三米呢，就是我的前世人。我的老师呢，就是即卖定光王。啊，过去来底下供养迄个中者呢，就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伊过去伊是一个中者，伊来供养迄个三米呢，三米所上的经、所读的经呢，遐功德，迄个中者拢有得到。因为迄个三米足用功、足认真，所以伊看足侪经，伊听足侪法，相对呢，这个中者呢，遮个功德拢有回向到。因此，地数今仔日阿难尊者呢，伊即世伊会当伫宿世累积个遮个智慧来拄着我来住世，伊来出家。所以伫即个遮，因为过去世个累积，伊已经听足侪佛法，相对我即世个时阵所讲个法，伊马上记掉个。当佛陀开始到遮个时阵，我就伫想着讲。最近啊，佛法足兴啊，足济啊，这个诸山长老呢来办佛教学院。这个佛教学院呢，就是要予咱有心要来学道、
合佛的啊，遮个青年 BQ BQ 呢，你唔免阁出去外口奔波，你踮行院内底呢，有信徒发心来供养，你踮斋堂就会当食食。这个时阵，我想着讲，护持佛教下院的功德呢，就如同过去迄个长者来护持着迄个沙弥，相信护持佛教下院，才会助为善男信女，才会功德主，将来恁的智慧一定如海啊！讲到阿难尊者呢，咱就去想着讲，道文足好，但是道文都一定好吗？这个时阵有一个故事，嘛是会当予咱啊来参考看卖。当过去这个波斯匿王伊有一遍，伊伫供佛啊斋经，哇佛陀带足侪比丘啊来去到王宫接受着波斯匿王啊伊的供养。那么当日的时阵，阿难尊者伫外口办代志，伊时间赶袂赴。到食饭的时间的时阵，伊嘛是出去吐蕃。出去吐蕃的时阵，迄天因为宿舍因缘的关系，阿难尊者来到摩登伽女因家，要来甲伊乞食。当门拍开，阿难徛伫即个门口口，摩登伽女徛伫门内底，看到阿难尊者呢，雄雄如同。这个电光火烧呢，安尼啪一个一声呢，这个摩登伽女，随马上，迄、那个敬爱的心就随举起来。或许咱这个菩萨呢，伊讲靠接近呢，靠接近就马上一见到钟情呢，其实这拢有因缘的，因为摩登伽女甲阿难尊者伫过去也捌做过500世的夫妻。这500世内底，夫妻的感情是非常的恩爱，所以当摩登伽女看到阿难尊者徛伫这个门口口的时阵，伊人马上挡袂掉。迄种自然呢，过去的情爱产生的情缘，就伫这个家呢，要甲阿难尊者呢，要甲挽回来伫厝。那么摩登伽女，伊伫这个时阵，伊甲阿难尊者讲。伊讲尊者，你阿未娶，我阿未嫁，我要来嫁乎你做某。阿难尊者马上讲未使未使，我是一个发心要断生死轮回烦恼的人，我是一个发心已经伫佛陀教团内底出家的人，我无可能阁流落伫这个情欲情海内底，阿伫遐受折磨。那么在这个时阵呢，摩登伽女看阿难不动心，伊去拜托伊的母亲，用一种酒叫梵天酒，赐这个梵天酒给阿难规个人，伊无法度做主。阿难在这个时阵呢，对着摩登伽女，甲伊安尼甲伊揪，甲伊勒，甲带入来到厝内。阿难在这个时阵，伊的心中感觉讲，这是不如法，这不如法。这是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摩登伽女呢，她一直用她的媚功把阿难这摸一下那摸一下。阿难在这个时候，她对空中对佛陀说，佛陀救我。那么在这个时候，佛陀在王宫里面接受到波斯匿王的供养。佛陀在这个时候呢，等这个供养斋会呢完满了，伊转来到正下，马上赐送楞严咒。当时呢，敕令哈文殊师利菩萨赶紧赐这个楞严咒去摩登伽女因家破迄个梵天咒。那么文殊师利菩萨伊一时一刻都唔敢怠慢，伊接到这个世尊啊，这个楞严咒的功德呢，马上赶到。这个摩登伽女的出来，在这个时阵，在千钧一发，当文殊师利菩萨持楞严咒，自然梵天咒的失灵。阿难尊者这个时阵呢，醒起来了，赶紧文殊师利菩萨，伊就是甲阿难
啊，来个带转来精舍遮。来到精舍，阿难尊者伊哭哭啼啼，甲佛陀忏悔。伊讲，虽然我多闻，但是呢，普通时对这个定力的修持无下功夫。今仔日拄到这种因缘来的时阵，伊无法度应付。因此，伫这个遮，佛陀伊就甲阿难开示：你的心是在哪里？你当时是安那解要出家？要伫这个时阵呢，佛陀伊要用这种的要阿难要甲伊的心找出来一个定位，要来破除用真心来破除阿难的妄想心嘛。那么伫这个时阵呢，佛陀伊的慈悲，但是摩登伽女这个经缘呐无断。伊逐天就是来针对着阿难，逐天就来针对，来精舍门下靠遐等。吼、哦，阿难去到地，伊对到地，伊直甲阿难讲：我要嫁你做某，我要嫁你做某。伫这个时阵，有一天，佛陀伊嘛拄着摩登伽罗，伊甲摩登伽女讲：伊讲，啊，你要嫁予阿难来做某？伊讲对啊，我要嫁予阿难来做某啊。因为我最爱阿难啊，那么在这个时阵，佛陀就甲摩登伽女讲：阿难已经出家，啊，你要嫁伊，你嘛爱出家哦，你爱出家，啊，你若有法度出家的时阵哦，安尼我靠有法度接受你嫁予阿难来做某。哇！在这个时阵，摩登伽女二话不说，伊讲好，我答应，我只要会当嫁予阿难做某。要来出家，我拢无问题。所以伫这个家呢，摩登伽女伊就来住伫精舍，住伫精舍。佛陀伊问摩登伽女，安那问？伊讲：你爱阿难，你是爱阿难的什么所在？伊讲：我爱阿难的目睭啊，我嘛爱阿难的音声，我更加爱阿难的鼻啊、耳啊。规身躯，逐位我拢爱。哎，佛陀在即个时阵，伊讲：吼、哦，阿难，逐项物件你拢爱，但是我即卖要甲你讲，阿难的目睭，伊会流目睭屎呢；阿难的鼻啊，伊会流鼻水呢；阿难的嘴呢，伊会吐呸痰呢；伊的耳啊，嘛是有耳屎呢。伊规身躯吼，我甲你讲，哎，即个时阵。佛陀伊就去找一个，叫一个沙弥去甲阿难洗身躯的水捧来。伊讲，佛陀就甲摩登伽罗讲，这水你啉。伊讲，这什么水卡？这垃圾。伊讲，这就是阿难的洗身躯水啊。伊讲，好，这些垃圾的水我买来当啉。佛陀这个时阵甲摩登伽罗讲，你想看卖？你讲你爱阿难全身躯的物件。结果阿难身躯洗洗的水就是吃垃圾，所以你爱阿难的这个身躯呢，基本上伊就是垃圾的。那么在这个时阵呢，阿难的水洗身躯水你都唔敢啉，你要哪保证你爱阿难的心是真的呢？哇！在这个时阵呢，摩登伽女呢，伊这个时阵渐渐受到佛陀伊的教化来改教化，伊想想有影的。咱所爱的物件是一个贪欲，是咱的眼睛、咱的情缘对阿难的一个这个时阵的贪爱尔。实际上，咱的迄个真如本性内底对这种物件并不相应啊。所以到尾啊的时阵，摩登伽女伊甲佛陀讲，伊要出家。佛陀讲：好，你的因缘到。其实你就是一个大善根的修道人。那么在这个家，佛陀给剃度了的时候，给他讲法，一天听，两天听，到尾啊，摩登伽女证到阿罗汉果。当摩登伽女证到阿罗汉果了的时候，佛陀给摩登伽女讲，伊讲你即马会当去找阿难啊。想袂到摩登伽女讲。佛陀，我忏悔，
过去因为我唔知，我无迄个智慧来判断着因缘，所以我去予情爱、情欲甲情缘来牵缠了的时阵，我一直爱阿兰，我一直爱阿兰。但是我即卖是一个已经了了知即个佛法的真谛的人，我知影过去的唔对，我即卖开始我袂过来缠对阿兰。我的精进来办道，所以讲伫这个家的时阵，道文感一定好，道文真好，实际上道文真好。但是呢，伫佛门内底伊阁讲，你除了道文以外呢，你阁爱修定啊，也修足一种法门的啦。那么在阿兰一生当中，伊是来生做非常的庄严。整个精团内底无人阁比伊较庄严，所以伊的女人女将的缘非常的深，非常的重。曾经啊，咱七巧族七王子呢，对佛陀出家了。这个时阵照顾佛陀中大圣人呢，阿姨摩诃婆舍婆提呀，伊看到讲啊，咱只王子拢出家啊，安尼伊嘛是想要出家，但是呢？伊要出家，伊唔敢直接去甲佛陀要求啊。伊透过谁，嘛是透过阿兰。伊甲阿兰讲：“阿兰，你去甲佛陀吼来请求，让阮家女将会当出家啊。”阿兰这个时阵讲：“出家是好代志哦。”伊这个时阵呢，伊就来到佛陀，爱尊敬，甲佛陀请求，会当好这个家啊女将呢会当出家。但是想未到，想未到，佛陀拒绝，拒绝一遍，拒绝两遍。那么伫这个家，阿兰尊者嘛搞不清楚，为什么佛法是平等法，可以对女众来加拒绝呢？未当回出家。那想未到，这个时阵呢，佛陀的仪表呢，摩诃婆舍婆提呢，伊并无因此而来的放弃掉这种出家。这个菩提愿呢，伊有一遍，伊讲既然佛陀，伊无爱予咱出家，安尼归去咱王宫，即王即个宫女呢，拢总带500位，先问我清楚，有要出家举手？算算个500位，伊讲啊，无咱即马来找佛陀，咱亲身来甲要求，要求讲咱要出家，即500位。这个女将呢，家己在这个王宫内底，就把头毛剃掉。这个本来华丽的这个宫服呢，甲换作这个非常破俗这个卖布衣啊。由这个佛陀的仪表呢，摩诃婆舍婆提，安尼带领，行过足远足远的路，来到佛陀的正舍，行到遐，大家甜歪歪。大家呢，身体是非常的疲劳，但是迄个出家的心呢，非常的坚定。伫这个时阵，阿兰尊者带出来，伫精舍外口出来的时阵，拄到这个佛陀的阿姨。佛陀阿姨，这个时阵阿兰尊者看到讲，哎，恁看大家人拢这个形啊，大家人拢头毛剃起来，拢穿这个。这个布衣呢，破俗的布衣。这个时阵呢，佛陀的姨母呢，伊就讲：“阿兰，你去甲佛陀阁请求一遍，我是决定决心要出家，请佛陀慈悲同意。那是佛陀若阁无同意，我这500位呢，就要踮这个门下口家呢，就要来自尽啦。”哦，阿兰尊者听讲。代志真啊足大条，袂使，恁稍等一下，我搁入来佛陀内底，来甲佛陀这个精舍内底来甲佛陀禀报。佛陀听了的时阵讲袂使，阿兰尊者讲为什么开袂使？人安尼甲你拜托到这边，为什么开袂使？佛陀这个时阵讲，你唔慢，如果伫我的教法内底，温尊着女众出家啊。正法期本来是1000年，但是因为女众出家，伊会减500年呢。
正法期存五百年，会影响着众生的因缘足大。哇！伫这个时阵，阿难尊者，伊唔知为地来的这个好胆，伊甲佛陀讲：佛陀，虽然是安尼讲，但是这五百位伫外口，因要出家的心是足坚定。如果那是佛陀无爱让因出家，因甘愿自尽呢？佛陀是慈悲的，伊观察到这因缘，既然是行到这个程度，佛陀这个时阵开口，伊讲阿难。你出去跟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行北京法，我就同意他们出家。那么在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听着很高兴，他就马上三步做两步就走到精舍门口，他跟这个阿姨呢，跟这个五百位的这个强女说，佛陀同意你们出家，但是有条件，你们要行八进法，要行八进法。这个时阵，阿姨讲无问题，只要会当出家，拢无问题。所以讲，今仔日咱比丘尼教团会当成立，阿难尊者的功德呢，功德非常的大。当阿难尊者伫佛陀入灭了，大迦叶尊者伊召集五百位正果的阿罗汉，要来结集啊，咱这个佛经经典呢。那在这个时阵，在这个过程内底，当阿难尊者伊唱诵着，甲佛陀所讲的教法，伊为如是五文，开始一句一句、一句一句安尼一直读出来，一直诵持出来。当时作者现场的正果阿罗汉的比丘，目屎拢淋出来，因为先阿开淋出来。因为在这个时阵，因的感受如同佛陀自世在面前的教化。有的人看到阿难尊者迄个庄严相，有人讲：“哎，啊，这不是佛陀吗？啊，这不是佛陀吗？”哎，有人讲：“哎，阿难莫非是成佛啊？啊，无靠这庄严呢？”因为阿难伊这个时阵，伊在诵持佛陀经口。所说的话的时阵，规个阿难的相呢，亲像佛陀遮庄严嘛。各位菩萨，在这个世间就是缘生缘灭。阿难尊者，当佛陀入灭了的时阵，伊把教团交予大迦叶尊者来领导。大迦叶尊者领导这个教团20年。伊嘛老，伊这个时阵，大迦叶尊者伊摕着啊，这个佛陀的衣钵，伊要去鸡足山入定，要等东来下生弥勒尊佛哦来降生的时阵，要把释迦牟尼佛的金衣钵要传予弥勒尊佛。所以伫这个时呢，大迦叶尊者伊又搁把这个教团来交予。阿难尊者继续领导。阿难尊者伊一生当中，伊为佛教的奉献，伊来服侍着咱佛陀。同时呢，以后搁来带领这个教团，这种的功德啊，予咱有一种心呢，由发自内心里面对阿难尊者的尊敬。小故事大启示。佛教故事带予咱每一个人，咱的生活丰富。佛教故事带予咱每一个人离苦得乐，同时佛教故事带予咱每一个人大开智慧。各位观众朋友，借着啊，咱生命电视台，咱海涛法师加主笔来开这个节目呢，会当予咱听到足济佛教故事。内底呢，拢有足侪义理，会当一方面甲咱感动，一方面甲咱教化，咱来招较侪人啊来听这个节目单元。同时啊，我在此啊祝福各位菩萨啊，咱合家平安，每一个人身体健康啊，事事如意，阿弥陀佛。